Hello， 大家好，我是地鼠啊。而家咧就搭紧巴士啦，而家就去边咧？就系、是、去紧呢个白田村啊。去白田村做咩咧？就系、是、参加呢个由社会主义行动同埋社民联候选人邓美晶佢所举办嘅呢个万圣节活动。一阵间咧仲会有特别嘉宾长毛梁国雄议员一齐出席嘅。而家就搭紧 UF 去咗白田啦。一阵间去到再同大家讲一讲。今晚呢個萬聖節嘅活動係啲咩啦？而家咧就嚟到白田村呢一度參加呢個萬聖節嘅活動啦，就係、是、由社會主義行動同社民聯嘅鄧美晶佢哋搞嘅，就俾大家睇下而家嘅現場啦。嗱，就係咁樣啦。这个活动呢，一间大约七点钟就会开始的了。因为万圣节的缘故，他们就在这里扮鬼扮马做话剧。我一个政党经文团就不给他们乱咁查这些的月水事件。因为中国建业、中国建筑、瑞安建业全部都是大陆财团来的，不可以得罪他们的。所以鉛水事件我們是不會被他查的。為什麼？所以為什麼我的大佬好像梁美芬、梁君彥這些在經民聯的立法會議員是投反對票，不被他們調查這個鉛水事件。但我是因最近落區已經做了事了，攞啲水去化驗所驗下，啲村民飲咗冇事咯，搞掂咯。嗱，呢啲就係我哋怡寶嘅水，而家攞落去啲街坊試下，佢哋話冇事，過咗海就神仙噶啦。冇事，大家睇下查啲乜嘢鉛水事件咧，有啲乜嘢冇查咧？所以嗰啲議會入邊話要查鉛水事件嘅人，就係、是、搞亂香港。我哋經民聯就係全部投反對票，唔會俾佢查呢個鉛水事件嘅。啊，一揸我識嘅，一揸我係識佢嘅。啊，咁我唔知點解而家佢會加入咗經民聯啦。啊。我的看法就很簡單，若果好像我這樣一夜劈下去就殘忍一點的，但是你給票他呢，將這票投給一個反對的人呢就很容易的。我希望各位白田村的街坊都想一想，如果你去選一個議員，每一樣東西要他投票的時候，或者好像經民聯那樣，每一樣東西投票的時候都是投了另一樣東西的時候呢，其實對你是有很大影響的。我們現在這個呢社會主義行動的候選人鄧美晶搞的這個萬聖節活動呢就完了，一會兒呢我們一班人就會去附近吃飯的。如果大家都喜歡我這條片的話，就 like 啦，同埋訂閱我的 channel 啦。我哋下條片翻嚟再見啦，拜拜。